吃饭，所以我现在连口红都没有擦。看出来我现在看起来非常的俏吗？酱油有没有一点？很俏。不知道为什么最近 chill 这个字好常被用哦，我原本以为就是大家就习惯在字面上打说就这样就很 chill 啊，结果突然发现最近大家越来越容易在口语上面也说就是这个氛围感觉就很 chill， 然后想说很 chill， 嗯，真好巧哦，已经过气了，真的吗？我才刚赶上这个流行哎。很 chill 哦，而且我以为大家都会念很，就比较台湾不是都会很像阿里嘎多，不是就会讲阿里嘎多吗？我以为他们都会念 chill， 结果他们竟然念很 chill 哎，突然很 chill， 就很 chill 啊，对，就很 chill 啊。哎，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在用 chill 了 ，chill 已经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事了。很秋这件事大家已经不流行了。谢谢宇哲的红玫瑰，我今天尝试了韭菜包，我觉得还好耶，没有特别好吃，可能韭菜对我来说还是适合长在水饺里吧，眼妆有画啦，很淡而已，有我没画眼妆就不长这样哦，我没画眼妆就看不到我的眼睛咯。好像也没有那么夸张啊，其实早安啊，嗯，玉，你这样害我好好奇你上的是什么节目？啊，今天忘记画卧蚕，我今天忘记画卧蚕，真的耶，你不说我还没发现。我没画哎，我来看看，加了卧蚕会不会比较好？好像也不会。谢谢 Mega 字的小精灵，今天比上次直播好吧？请问上一次是多无神？上一次不是在家里吗？对啊，毛毛虫没出来哎。有啦，有跟到直播啦，我还有看到你抱怨我哦，但我没办法。这句话是不是超不负责任？抱歉了，人家说要 chill 一点，所以我就 chill 一点了。你有感受到我的 chill 吗？嗯，好像没有，有吗？这样你有感受到吗？在那边挑眉。真假？看起来还是黑眼圈，没有啦，那是眼影啦，好不好？那是自然的眼影，好不好？就像人家，你知道有些过敏很严重的人啊，会上眼皮也会有自然的眼影色吗？是灰灰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哎，那挺好的啊，出门前都自动上妆了。我的头发没有一次比你是多久没看到我？不会啊，我觉得还好啊，上面没有那么炸了吧？魔法进行中，眼睛变大，你看这边就出来了。我是说眼袋，我不是说卧蚕，我是说那个眼袋就出来了。哎，眼影是真的会涂到。不会涂到卧蚕下，但是真的会涂下眼睑啊。早安哦，我现在吃到肉包了。我刚刚已经把韭菜包吃完了。韭菜果然还是太重了。被雷打到第几天？已经一个礼拜了。嗯。我的确是刚练习飞行魔法，因为我的头发很爆。
较喜欢高丽菜。好，小安没跟到上次的话题。学校最近是真的很忙，而且好多人现在才在期中考，为啥？我看到好多人说什么两三天后要期中考，然后还说怎么会还在考？对啦，哦，好吧，我以为你在问说单纯韭菜跟高丽菜的比较。对啊，你看，居然有明天期中的，到底为什么期中考可以延得这么远？哦，我知道了，高中考三次吗？哎，是不是有些高中考三次啊？哦，我喜欢豆红，对，我有在喝饮料，我喝豆红，但是因为他没有给我他吸管的关系，我插了我自己的软趴趴吸管进去。高中不一定，好像有些高中是三，不知道，我只遇过国中是三次的，所以我不是很确定高中。まだ仕事中だから、また来た、また来ます。はい、待っているよ。对啊，有的高中是考三次，我其实有点忘记我那个时候是考，我是考两次吧？我不记得了。对，模考是三次。哇塞，晚礼服，太小了，我穿不下哦，小安。谢谢，但太小了。你刚有看到它在我的头下面的比例是多少吗？它可能当我的裤子都不够。高中三次吗？我不记得了，已经3年前了，而且最后一年基本上就是无时无刻都在考试，因为还有模考，所以我根本就不会记得可是没有期初考这件事情啊，期中考、期末考，那最前面那个叫什么考？好了，我要回到包子的问题。有一些包子我会比较喜欢高丽菜，因为高丽菜里面会加是那个什么冬粉，高丽菜加冬粉，可是有些会加虾米，我不喜欢。第一次期中跟第二次期中，哈，你们这样讲起来，我怎么感觉好像有又没有？好了啦，明金，好了啦，杨雄，粉丝，里面有加粉丝的，我就很喜欢，因为我超级喜欢吃粉丝的，你们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吧？就是大家会突然变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见，就是因为进到肚子里了。那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吃粉丝的关系，所以粉丝加高丽菜就很好吃，但加虾米我就整个不行了。所以那个时候那家店对我来说就会是肉包最好吃，肉包基本上不雷吧？哦，草莓酱超级讨厌被吃的，如果你少了酱，我就不会吃你了。可惜你多了一个酱，做好心理准备吧。羚羊，我不吃羊。晚餐です。爸爸。嗨，小叔。So, 麻友讲的誕生日です。今日。有猫奴这个词吗？啊，我不喜欢吃柠檬塔，还好，柠檬塔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吗？我不喜欢吃柠檬塔。晚安，大家来看我吃晚餐。你看哦，我的肉包已经要吃完了，剩下最后就是高丽菜包咯。台中的名产不是太阳饼，不是太阳饼。
里吗？哈，柠檬塔也是吗？巧克力塔也还好。我最近发现我喜欢吃的甜点啊，就是我其实一开始我对蛋糕其实没啥兴趣，就是蛋糕多好吃我都觉得还好。虽然我会觉得它很好吃啊，但是我不会成瘾蛋糕。有些人很成瘾蛋糕，例如林忆云或林忆云还有林忆云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还好。所以我以前如果吃餐点，不是有时候最后会有甜点吗？甜点我都喜欢叫冰淇淋，或是除了冰淇淋还有什么？例如反正就是不是蛋糕的其他甜点，好像多出都是冰淇淋。对啊，不止吧，林依云不也是吗？是呢是呢。哦，奶酪香草冰淇淋是首选，接下来就是奶酪布丁之类的。仙草冻我也普通还可以接受，但是反正我就没有特别爱蛋糕。但我最近发现了我喜欢吃什么蛋糕。对，云爵好吃的东西要跟云爵分享。云爵好像也蛮喜欢吃，没有云爵吃甜食吗？我不知道，他好像是好吃的东西他都喜欢吧。我跟你讲，有一些火锅店会附奶酪，有一些就是少数会有附后餐的店。然后我也超级喜欢吃原味的奶酪，有的上面会加红豆，然后有的我之前吃过那个 Costa 的一，就反正你们知道美式，那叫美式什么？美式大肠 Costa 有一个芒果的奶酪超好吃的。樊东武还有34美甲老师 ，Hello， 好开心见到你哦。他应该叫什么？好事少一点，美食多一点，大卖场。我觉得那个芒果奶酪超好吃的，但是因为我们家不太常去，所以我就只吃过了一两次。没有坏事多一点，我说美食多一点，它真的是美食很多的地方。我还喜欢吃那个手扒鸡。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上次的名字啊，不是，基本上那个德是什么意思？我应该会叫你樊多姆海伍三世梅泽兰斯吧？为什么会有德啊？我应该没有把库德旺朱鲁艾德加在你身上吧？对吧？新闻台的既视感。美食区不用会员就能去啊，但是对我们来说有点远嘛，毕竟我们家不是非常出入，怎么解释呢？我们不太常开车出门，对。哦，因为后面打不下了，是吧？哇，你很棒啊！你还记得我上次直播叫了你啥？我都忘了。我还有叫谁啥吗？有人还记得吗？其实是特，一直听你说得头好痛，得其实是他。什么意思？糟糕了，我跟不上我自己的话题。什么特？芒果冰淇淋也超好吃的。我之前还有去那个，你们知道那个 IKEA 的那一家店，它有一个20块的自助冰淇淋，还是10块啊？10块的自助冰淇淋吧，10块自助冰淇淋，然后。他就是投钱投进去之后，他就会掉一个甜筒下来，然后你就彭大海、路布朗、杜拉瓦利埃尔，真的吗？你确定吗？我怎么不记得后面那些东西是我想出来的？你的法号，各位自己的名字要自己记啊，没错，就像自己的名牌要自己做是一样的道理。记得啊，大家要先记住自己的名字才能来找我吼。对，那家自助冰淇淋店已被漏完，被家具耽误的漏完店，没错。哎，可是它的漏完吃太多会有点腻，但是我还是觉得蛮好吃的。可是它的冰淇淋也很好吃。反正我最近呢，就发现原来蛋糕我很喜欢吃戚风蛋糕，你们知道吗？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哎，我发现了，原来你有一个全新的职位。引路人，对不起，好像蛮合理的。引路人的话，你就是终身职咯。
这样会不会压力很大？就是我蛮喜欢吃戚风蛋糕，而且我记得我好久以前甚至有，就是我好像半夜，不是半夜，反正就是蛮晚的时候，突然很想吃蜂蜜蛋糕，就是蜂蜜戚风蛋糕，然后我就点了外送，因为那时候外送平台刚崛起的时候，有很多打折的优惠，好像一条要打七折哦，反正我就点了，没有半夜。威风蛋糕要多威风，它要够威风我才吃它哦，不够霸气的我是不吃的哦。复兴行，这是哪里？行站？这是店吗？不就，小说不就。哎，刚好接得很顺哎，我是把它捏爆了吧？在忠孝复兴吗？复兴航站，我讲航站，天哪！航站巧克力戚风蛋糕，一生情，一杯酒，还有月饼哎！这在哪？桃园，搞笑吗？他说他在桃园啦。我哪天去桃园，我们如果桃园有表演的时候，我再去看看。很多家哦，空厨在地下街，那空厨也有吗？谢谢凡杜姆海伍德三世美加兰斯。那请问一下，你全名是什么？你是凡多姆海伍德旺朱鲁艾德三世美加兰斯吗？可是十二月不知道有没有，一定没有自由时间啊！我们几乎出去工作都没有自由时间的，好不好？之前原本大港开唱的时候还有预留自由活动的时间，结果后来是没有。我想去逛哦，难得拿到，哎，不用抢票就有大港开唱的票，你知道这件事多光荣的事吗？我超想要下去逛逛的，结果没机会，好难过，超想去的。它在地上啊，不然能在空中吗？把手放在空中甩。我们有换便服啊。不是啊，我在吃包子，纯粹的包子，它也会爆浆了，但是里面没有奶油，也不是 bread。刚是不是有人以为我在吃面包？虽然面包跟包子都会胖，哎，包子我不是说你胖的意思。吃完包子变包子，有人叫我要告诉我爸爸，哎，天哪！包子超人，哎，你们知道，哎，咖喱面包超人不会给小孩吃自己吗？Pokemon 胖，为什么？请问敏晶，包子不胖，那彭大海胖吗？我要告诉我爸爸，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超人就是面包超人的朋友啊，很胖，超胖。白白胖胖的彭大海，听说你们知道当初大家都有在猜测为什么咖喱面包超人故意不让小孩子吃自己，有原因，就是他有一次救了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很饿，他在空中说他啊你饿了吧，结果他就降到地上之后帮他煮一锅咖喱然后给他吃，然后我想说不是啊，面包超人都可以来给你吃我的脸红豆面包啊，为什么咖喱面包不可以？小孩都跟你说饿了耶，明明你只要飞在天空中把你的脸拔下来给他吃就可以了，为什么你还要特地降下来去做咖喱给他吃呢？这中间难道他饿了就不是饿了吗？然后我心里就在想为什么呢，后来就有人推理出一个答案，他们推理出的答案是因为咖喱呢有一些种类是会辣的，那有的咖喱面包可能会辣，然后咖喱面包超人其实非常贴心，他怕小孩子吃到辣的咖喱会受不了，因为他其实是超辣鸡辣咖喱面包超人，只是这件事情作者没有说而已，所以他们就在想说啊，那一定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让小朋友吃才不把自己的脸给小朋友吃的，然后我就说哦好合理哦，好像一切很合理耶，因为也没看过他换脸，也没看过人家吃他，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好像如果这样说是合理的。然后结果那个时就是他们推理结束之后呢，就打电话给原本的制作组，他们又打电话问制作组说那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隐藏的设定呢，就是让观众发想的设定，然后你知道制作组说什么吗？制作组说哦、你想太多了，我们只是想说要跟主角做点区别而已。时间不够，哎，时间不够好合理哦，因为他要先降下来再开始煮咖喱，中间多了很多的台词。对啊，芥末红豆面包超人不行吗？我很期待看到这个番外篇，对吧？结果，欸，可是我觉得很合理。我觉得其实作者应该要说，哦，你想的很棒，欸，没错，这一段就是要给你们自己发想的，为什么要抹杀我们的想法？会觉得作者不行。明太子法国超人，他的面包呢？可是吐司面包超人的脸好长哦，我记得他好像是暖男型的，我对吐司有点没印象。没错，这首是够爱。明太子，我没有那么喜欢把明太子加在奇怪的地方，虽然他好像没有很奇怪，但我真的没吃过。短发，那还是一样那么硬吗？哎呦，我不小心把我豆浆红茶真的不能用暖吸管啊，这边乱滴。打野猫咪，毕竟我平常不是常逛搜狗的人。吐司面包超人还厚道是吧？我高估我自己了，我吃不完最后一个，我已经吃饱了。我觉得我好像只需要吃到两个包子，另外一个可能是宵夜。放到明天早上再坏掉吧。哦，你看这样很像那个。那个是什么？我吃了两个。早上都化掉了吧，宵夜还合理，就是嘴巴会化成爱心型的那一种，那个我记得那是一个职业不是吗？
嗯，是艺妓吗？是不是？没有得真，但是严格来说有得真，但太麻烦了，我喜欢吃冷掉了。这就是麻烦，麻烦最后战胜了我的好吃。不是会有啊？我想到了啦，红心皇后，红心皇后都只画爱心。对，绿猫，你懂。对，我不是吃货，我真的对食物没有太大太大的要求，它只要在我的及格标准就可以了。这就是李佳丽一直要求我传授的秘方啊！他一直说，他一直跟我讲说你的腿为什么就是这么细，然后我就说，因为我的体质比较容易拉肚子。我一直在想，就是我想说，我好像也没有吃特别少，也没有吃特别多，可能是因为我的胃比较不好，比较常拉肚子吧。然后后来他也说，那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拉肚子？我说不行，好像也没办法。然后我就在思索，我还有什么样就是比较进食不正常的地方，可能就是没有什么要求，请正常的代谢，谢谢。食物可以随便，但是看剧少一句啊，没错，就这样，看剧少一句话我就要回去一次，真的不行。叫他每天早上喝，他好像不太会喝中冰奶就拉肚子，我觉得他真的是体质问题，他体质挺好。我真的不行，我不能喝冰奶，我会出事。我本来就不喜欢喝奶茶啦，但是我喝冰奶出事的不只是我的肚子，还有我喝有些早餐店的奶茶，我会喝完很晕很想吐。可是我没有乳糖不耐症，喝其他奶茶我也没问题，只是我不喜欢而已。没那么喜欢，也会喝啦。有些奶茶很好喝，像麦茶奶茶，因为不像奶茶，所以我很爱喝。冰奶无效，没错。还有冰的麦茶奶茶，我超爱，爆爱。然后热的阿萨茶奶茶，阿萨茶奶茶，你不用吃面，你想面就晕喽。啊，透明奶茶还不错哦，我还蛮喜欢的，但是它太贵了，并且也不太需要一直去买它来喝，就是它不像奶茶。可恶，都阿萨姆奶茶，不是因为阿萨姆为什么会只喝热的？是因为我们以前高中的时候福利社其实东西很少，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它热的只卖阿萨茶奶茶，因为它的麦茶只有铝箔包，不能加热，所以他就只给我们铝罐装的阿萨姆。啊，算了啦，就阿萨姆了，好不好？阿萨姆奶茶。然后没办法，太冷了，我就选择好吧，那我还是喝。一叉厚奶有点恶心，我不太喜欢。就是哦，可是一叉，跟你讲，一叉红茶不管了，我就当推荐好了。一美红茶超好喝的，一美红茶很好喝。阿萨姆奶茶如果有麦香，我就不会选。对，它铁罐的比较好喝。我们学校真的没有那个，没有罐装的麦香，为啥？一美红茶很贵吗？我已经很久没喝了，但我记得蛮好喝的。不是便利商店都有吗？膝盖痛公子，膝盖痛，这个季节该膝盖痛了，真的。尤其是常跳舞的话，膝盖磨损很快。我放弃挣扎了，真的，抱歉。对啊，我记得空比尼都有哦，比人家还贵5块。啊，可是奶茶我就不太熟，就不太喝，尤其是这个就不用讲了，就是那个有一个黄金包装叉叉奶茶，利叉奶茶我完全不能喝，就是利叉奶茶我完全不能喝的程度，你们知道吗？你们喜欢吗？就是利叉我喝下去大概两口我就开始晕了。哈，你很爱哦。特上红茶跟柠檬茶很甜，我还蛮喜欢红茶的。特上的红茶我很喜欢，利叉
我不知道，我没有觉得特别难喝，但是我喝了，只要喝利差我就会晕。利乘以奶茶是不是？那一定是太甜了，是吧？不是不用差了吗？不是，因为这不是称赞，所以我就选择用差了，懂吗？推荐我就讲出来，但是因为这是我个人体质的关系，我不能喝那个牌子的奶茶。只要是利差的奶制品我都不喝，我真的很容易晕喝，那难怪我养出了一群容易晕我的人。大家晕了吗？晕血的我就不提了哦。我不主动喝手摇饮的奶茶，因为我不喜欢，所以我不会花大钱去买手摇饮的奶茶，合理吧？楼上很晕，合理。楼下很晕，也很，他一次晕有点多个，不太合理。今天打完第二季，富伟哥第二季打什么？晕惨了。我们许下美丽的心愿，心愿许下我们的明天，不管多远，远到天边，我们总肩并着肩，就算彼此没时间想。我觉得绿茶我可能推的不太准，因为绿茶我几乎什么都喝，而且我无糖的也喝，然后很甜的绿茶我也喝，所以绿茶我没有遇过很雷的耶。第一季很正常，我第一季也是发烧发两天然后拉爆，就是我本来肠胃就不好，而且我第二季也拉肚子，因为我本来就会拉肚子，再加上疫苗打下去之后，我那天拉了两回，挺久的。明镜，为什么要喊明镜？来，大家跟我喊一次明镜。哦，我懂了，原来是明镜叫大家跟着他一起喊明镜，是吧？第二季没有发烧，但是有拉肚子到第二天，但也没有很严重啊。我是本身的效用加成。那你每天都会正常拉吗？很正常哦。但有人现在在吃饭的吗？这个话题是不要聊比较好。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50差哦，我五十差只喝过，这真的是只喝过，我只喝过一号，哎，就是四季春真波爷。然后一分糖为冰，我只喝过，就是我不太常喝手摇，所以通常如果很难得愿意喝手摇饮的话，我都会先拜托大家推荐给我，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大家推荐过之后，我就不会再去换其他的喝了，像是之前过来买那一家，我就只会喝荔枝玉露跟苹果冰茶，其他完全没喝过哦。唯一小时候有试过的是那个绝代双 Q， 太甜了，我不行。哈，原子主要连播啊。Hello， 宝贝，宝贝，哎，很棒哎，你的小公主头有维持到晚上哦。哎，你有在放宝贝，是不是？你的真爱一直都在身边，只是你没有发现。真的，真的。而且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还想说啊，你会不会在聊天？如果你拒绝我了怎么办？好，我是很想爱，然后没有啦，没有，我手还是诚实的，我手还是诚实的。嗯，没有啦，我纯粹只是来跟你聊聊。我预计抓五分钟，我们聊个五分钟，然后我就把。还给面宝贝们。你现在是什么 reset 公演吗 ？MC 还要给我抓五分钟，亮绿灯可以换喽，换场喽。那个行程在走，对我们那个要 key roll key roll。你今天妆应该不是自己画的吧？自己画的啊。真的吗？今天眼线很好看。我哦，你平常都长这样就好了。哦，我真的好会说话哦！啊天啊！
逐渐，哎，我发现我们两个并没有一个，我那天忽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两个是没有一个 CP 名的。我跟宝莉是兄弟。对啊，兄弟啊。然后，宝宝，我爸爸是马路 CP。为什么是马路？他是马，我是长颈鹿。OK， 哦，人家明明不是马吧？他不是独角兽吗？马的，好吧，好像蛮像的。我发现我们并没有一个名称，可是我们哎，我们的昵称好像都不太结合的起来哈。因为你知道他们那天说什么？他说我们两个是竹笋炒面，然后超难吃的感觉。不是竹笋炒面，让我一直想到，哎，竹笋炒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那个，你知道？哎，以前小时候被打那个叫什么？竹笋炒肉丝吗？对呀、啊，对，竹笋炒肉丝。我刚刚想说，嗯，竹笋炒肉丝，真的假的？这么听起来这么凶？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没有啊，竹笋炒肉丝里面有我啊。哎，对，竹笋炒肉丝有谁啊？肉丝是谁？肉肉。蔡龙。好，我肉宝宝是竹笋炒肉丝，对。你下次去跟他提议一下。有提过，因为我有这么一点印象，想说好像有听过这个名字。对，我跟他是主。那我们哈，好困啊，好困扰、啊。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跟你 CP 了？哎、欸，对，他们刚说你有问面宝宝说他同意你那个要跟你组 CP 吗？我直接忽略这句话，然后问你们，有顾虑到我的心情吗？还蛮自，有人讲竹筒面，竹筒面吗？竹筒面是好吃的吗？他说炒面面包，所以我是面包吗？不是啊，对啊，原子竹呢？原子竹难道是面包吗？还是油条面线？好，挺油，但是油条的元素有点太多。哦，那竹筒面是还不错啦，可是竹筒面没有这个料理啊。竹筒。竹筒里面有面吗？没有，竹炭面，不要，竹炭面超难吃的。竹笋面，咦，竹笋炒面丝，这什么东西啦？他说金针菇炒面，谁给你金针菇啦、啊？所以你是金针还是？哎、欸，他说老油条捞面呢。老油条部分是你吧？啊，捞面是我。哎、啊，我觉得我这样可以啊。我觉得蛮好吃的感觉。老油条应该没有我的部分吧？没有。你就这样认了耶？我是老油条，你是年轻油条。那油条是不是？你是，我是老油条，小油条，好不好？我们一起去跟队长大申请。啊，队长大什么？阿嬷油条？没有。什么？它是麻辣锅。麻辣锅，就因为我们是一个麻辣锅配油条的组合，所以我是老油条锅。油条会加在麻辣锅里吗？哎、欸，你面也可以加在麻辣锅里面呢、欸。不要太麻辣面是合理啦，所以啊，这个我应该要去问陈思雅要不要跟我煮一个叫麻辣面。对，麻辣面线。好，或者麻辣锅可以。什么？麻辣捞面，麻辣捞面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攻击性。哎、欸，没，刚刚说什么？啊，不是啦，油条感觉像什么豆浆油条、烧饼油条，还是我们来煮一个我们都没有用过的名字？我想想看，你是烧饼，我是油条，烧饼油条。你是烧饼，我是油条。好，你把钱我油条、哦。你油条，你油，好，都你油，你牛。烧饼不行啊！如果我是烧饼的话，是饼什么？大饼吗？脸吗？不是。什么？我说，那你豆浆好了，白嫩嫩，好不好？豆浆油条。我是觉得烧饼好像比较合理啊。毕竟我不白。那酱油捞面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部分？
可是酱油捞面就只有我们这边啦。酱油是我，酱油是我家的，酱油们，你家，我家哦，宝宝们，对，你家宝宝，我家酱油，我家你家宝宝，你家的叫宝宝，我家的叫酱油，还是我叫我，还是我们叫馄饨拉面，我是馄饨。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呀、啊，你看，你开始把一些没有意义的词套到我们身上了，怎么办啊？开始鸡同鸭讲，酱油宝宝，竹简桥，竹什么？竹简桥那面，好复杂哦，就跟本丸桥那面一样，非常的长。竹竹变成酱油就可以叫酱油捞面啦。我加入酱油是不是？啊，对啊，你要不要加入我们酱油？加入酱油，酱油捞面，好、啊、好，可以。哎、欸，没有，有人提议叫捞面油条。哎、欸，听起来好像在骂我。没有，加在一起的感觉，捞面油条不错哎、欸。要不要？好像有点棒哎、欸。要不要定了？那叫猪油拌面，猪油拌面哦。猪，哎哎哎，很棒哎，可以耶！哈哈，好笑。猪油也是很好。猪油拌面怎么样？猪猪煮猪，原来是猪煮猪，猪猪煮猪。定案了吗？OK， 还那大家，那不然两个嘛，就是老面，老面什么油条，老面油，老面油条 CP， 还是猪油拌面？请问猪油拌面跟老面油条，你们选哪一个呢？现在限时30秒，请打出你们的答案。预备，开始。哦，他们都选猪油哦。哎、欸，我也是哦。好了啦，就猪油拌面了啦。你要猪还是猪、啊？我要猪。OK， 猪。好，谢谢这个猪，拜拜。五分钟到了，五分钟过很久了。啊，过很久了是不是 ？OK， 好，我们就选好，我们定案了。我们的 CP 名就叫猪油拌面。我的猪宝宝，大家有没有看我的猪宝宝？而且你知道我今天。开瘦脸开了50吗？哎、欸，我看一下我开多少，我再来看看我能不能笑你，好不好？我瘦脸开了，我今天32，嗯，没有办法，那种。我看一下我开到50会长怎样，或说不定很好看，怎样？哦，猪、欸，对不起，对不起，宝贝，我申请一下，我的宝贝们说猪辣猪辣，不要猪。猪油拌面，好，猪油拌面，猪油拌面，猪油拌面，好好好，好了。我一直想说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我开瘦脸开到50之后，也没有像你一样有尖的下巴？可是你要看我没有的吗？我现在脸真的很肿哦。为什么？可是我有点害怕。你今天不是带妆挺久的了吗？哦，这两颊。是不是今天不自主？不是今天而已，最近都这样。言下之意，最近比较水肿啦。对，没。他说一个50，一个32，有差吗？有啊，差了20。差很多啊，32好难好哦。期待我们有一天可以自带瘦脸的特效在脸上。可以啊，你画2个络腮胡就有啦。不要，哎、欸，络腮胡，络腮胡也不会让脸比较瘦吧？会吗？会。那你想想，我跟你讲，哎、欸，流浪，你会看起来线条感。可是络腮胡是天赋哎、欸，真的。不是所有人都有络腮胡的基因，你知道吗？真的？对啊，
男生有些下巴是不会有那个胡子长的。真的？嘿、hey! 真的、no! 不然你可以去植发，你可以去植毛囊。男生会植这里的毛囊吗？不知道。好像外国人比较容易有络腮胡的基因吧，比较容易。哦，真的哦，好酷哦！想要吗？画八字胡吗？先不要好了。我已经有啦。你，你应该也有。这个好像，这好像是时间，我看一下哦。这个东西好久了。哦，我看到了 ，gentleman。哎哎哎！不要乱来哦！不要乱来哦！我在喝饮料，我刚才这么说，我就只好找我的饮料了。哎呦，那我也来喝我的水，跟你分享2000cc。我发现我喝不完一天，我从来没有。选择要成功过，没有，我没有打算在平日进行这个那个。你知道我之前有一次在疫情期间维持了一个礼拜，就只有那一个礼拜。啊，这样不行，欸、因为我是你是紫阿力教，不是是渐层色，然后它里面是一般的水。你知道我最近看凡凡教凡凡推荐说泡那个什么什么葡萄柚吗？我不能葡萄柚。嗯，好吧。我现在在吃的那个药药不能葡萄柚。对，葡萄跟大家做一个小提醒：葡萄柚加上药的话，会减弱药性，生性。是他卡还是我卡？应该是我卡吧。我卡吗？因为不是，是我卡了，对不对？但我想说，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卡会不会害他那边也卡？是我卡还是他卡？应该是我卡，联播卡的吧？好像也不是，应该是我卡吼。糟糕了，技术性卡顿，不小心就跟祖祖就跟祖祖断开连接 ，sorry， 原祖祖。谢谢玉他的香槟，是吗？是连播的关系？我不知道，因为我这边蛮常卡住的。我找到了一个特效，谢谢夜空时代。哇塞，这个特效是不是很适合香槟啊？有，哎，糟糕了，啊，吃掉了！好，我亲完他了，谢谢熊熊，谢谢福福猫。对，我不小心，我没有吃掉粉丝，我先吃掉了那只猫。不是制裁联播，是制裁我。为什么？
在 rap， yeah， rock， woo， yeah， 好，刚刚是天王的握手会，好开心哦，谢谢大家。这次现在目前有七部哦，我记得上一次的加部的时候，很多人还没有填到就满了。现在还有两部的扣打可以填，大家快去啊！有，什么都要加油。那不我们来上一次有一首有 rap 的歌，耶！虽然它好像没有很 rap。噔噔噔噔，剩一部了。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是我自己没有 follow 到吗？剩一步不到，我知道倒数。谢谢大家。哟，埋伏在你四周，准备好要进攻。怎么说怎么做，你才会注意我？我有没有看错？为什么跟踪我？我不懂，我目盲，怪我为我失控。他开始唱。四海才明白，这叫做爱。小动作。出现在我左右，小动作在你面前变得笨拙。这次绝不能再失手。小动作，却能大大的感动我。有暧昧才精彩，随时期待，每天幸福重播，永远都不够。你翘课我失踪，你向左我向右，在路口又碰到，我有没有看错？柔柔也没看错，我不懂我不懵，你怎会为我失控？我发疯，翻开辞海，这叫做爱，小动作。出现在我左右，小动作在你面前变得笨拙。看戏过，彩排过，怎么会还脸红？这次绝不会再失手。小动作让我缺氧，身体紧绷。小动作却能大大的感动我。有暧昧才精彩，随时期待，每天幸福重播，永远看不够。你的笑容好甜，让我整晚真会为你失眠。想你让我没有重力，好像地球失去了引力。每天在你面前出现，上面带着高脚表演。你笑我就随时快乐，快要死掉。是谁一直躲在后面偷偷拍我的苹果脸？你的动作好拙，挥手甩头，滑步飘走。真的本桌，我是在想，如果平常这样出去的话，街上的朋友们看到会是什么想法？不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很潮流的穿搭吗？会离我很远吗？对啊，这样以后就不用化眼妆了耶。我觉得挺潮的啊。哎呦，你说渔夫帽跟什么跟栗子长得很像，所有的黑色渔夫帽好像都长这样吧？但我跟你讲，我这个渔夫帽不一样，我这个渔夫帽超酷。我这个渔夫帽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呢？我要给你看到我的后面。哎呦，我要给你看到我的后面是这样子的哦，帅吧？喜欢吧。对我说，
为什么他就自动跳了童话？这么聪明，因为上次播过。麻烦都反过来带，很帅吧？有没有觉得你现在还觉得我跟栗子同一顶吗？哎，我不知道哎，栗子有没有喜欢三丽鸥？好像没有，他好像没有特别喜欢三丽鸥，印象之中好像没有。讨厌特效，好好好好好，乖乖乖，我关掉关掉。他关掉了吗？有，好。他要能吃的三丽鸥。到了终点还那么平，还以为我眼睛怎么了？如果哪天长睁眼开直播，我可以从头到尾都开那个特效吗？伤痕累累，我也不会忘记飞。我的瘦脸又调回去了。你说思雅整集直播都戴墨镜吗？以后就可以不用化眼妆了，对啊，很棒哎！大家之后可以给我这个机会，不要不要，睁眼不要给我这个机会，就是调回去，没错，现在是32哦，我是认真的，真的，我就是调回这个数字，大家要试试吗？我说大家以后开直播可以试试32这个黄金数字，没有，其实我只是第一次刚好调到了这个数字。布丁还是肉桂卷，我其实喜欢吃布丁，但我喜欢肉桂卷的长相。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肉桂卷叫肉桂卷啊，它明明全身上下跟肉桂卷没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不觉得吗？就是肉桂卷很可爱，但是不知道它跟肉桂卷有什么关系。蛋黄哥。好，怎么不想上班？我不会学蛋黄哥的声音，那个声音真的太欠揍了，我做不到。对，是那个三丽鸥有一个生鱼片，鲑鱼头吗？它就是一颗鲑鱼的生鱼片。它叫做，我知道，它的名字叫西纳蒙肉乳。肉桂卷，但是我想说它跟肉桂卷没有任何关系啊。可是我不喜欢蛋黄哎。这是什么垃圾车的声音吗？吃很多盘就会有了。等待一点一滴，你对我感到安心，感觉很有关系，有些的默契。什么蛋黄都不喜欢吗？粽子会吃，一般的蛋也都会吃，不会特别把蛋黄挑掉的程度，但没有特别喜欢。荷包蛋超喜欢，爆炸喜欢的那种，最喜欢那种哦，喜欢生蛋黄，只要不是熟的我都超喜欢。我超喜欢吃不熟的荷包蛋，可以吃到两三个以上。就算宇宙爆炸，连谁都蒸发，只愿你的心。喜欢水煮蛋，但太麻烦了，不常吃。不喜欢熟蛋黄。而且你们知道西纳蒙大耳狗有性别的吗？有办法喝生蛋，有。但是不能喝太多，像是寿喜烧的话，加生蛋加到3-4颗的极限。我的体
水煮蛋就跟茶叶蛋一样啊，那就茶叶蛋很爱，可是蛋黄不会特别挑出来，但不会吃太多。溏心蛋很爱，更喜欢那种像斯提亚的温泉蛋。没错没错，大耳狗是男生哦。寿喜烧加三四颗生蛋，不正常吗？哎，佳佳，你也参与了蛋这个话题是吧？你们知道，反正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反正我跟姐姐们一起去吃寿喜烧，然后那时候是接近人家快关店的点，所以我们要很努力的吃回本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又蛮饿的，就想说好，那我们的战略就是吃爆肉，就是其他东西都不吃了。可是我有说过我是喜欢吃菜的，就是我如果去火锅店，我是可以吃菜多的那种人。然后所以，但是我们既然战略方针是要多吃肉，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就只点肉。他们就真的只点肉哦。然后啊，最后马上只吃了40分钟左右，我就疯狂的一直吃肉，然后就是加爆蛋黄，因为加蛋黄会比较好吞咽，然后也比较好吃。我就而且那个你知道多厉害吗？就是工作人员来一次，姐姐就叫一次蛋黄，然后来一次她就叫一次蛋黄，然后我就看我不加进去那个蛋哦就越来越多，所以我就不得已一直加蛋黄进去，就导致我后来吃寿喜烧会疯狂的加肉，不是疯狂的加蛋黄。啊，40分钟的寿喜烧哎，你知道吗？对，真的是大胃王比赛哦，真的是虽然是挺幸福的，但真的是快吐了。一餐加了4颗，我记得吃了4颗蛋黄，但是我最后没有把它全部吃完，就是蛋黄还有剩的。对，何必就是你知道吗？跟人家一起吃饭，第一次就先配合一下人家的速度，只是没想到会吓到而已。哪家店？寿喜烧吃到饱不多吧？是不是红的就那几家？从侧面擦吸管，吸管惹的祸，上来的可能，望着你的微笑，幸福自己。这手不放开，就算宇宙爆炸，那是无尽流泪，只愿你的记忆里有我的拥抱。你们可以不要猜得这么准吗？我是说在裤子上这件事情。看到我今天不能站起来了。再说寿喜烧啦，李梦纯天堂肉没有很好，真的，可是那个蛋呢，那个蛋还蛮好吃的吧。是知我者酱油也，我不知道，我没有吃过其他寿喜烧吃到饱，毕竟那个吃到饱不是一个跟我很有缘的一种进食方式。对，所以豆浆红茶，如果你是要问饮料部分，超会弄溏心蛋。等一下，你的正职变厨师了是吗？哈，可是我超喜欢吃那种蛋的，那温泉蛋好消化吗？对啊，我吃蛋吃到饱。慢慢进食。
有啦有啦，我算是吃饭吃挺慢的人。我有跟你们分享过，我小时候吃饭，我小时候吃了一餐要吃三四个小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这样子娇养养坏了。圣诞饭饭有，我不确定我吃不吃到的，不是，我不知道我吃到的是不是圣诞，但是就是都是汁的话，应该是圣诞吧。才不是面妈锅，面妈已经很努力打我了，不是，面妈已经很努力叫我快吃了，但是无奈他的小孩从小就不听话。没错，没有啦，那一次只有面爸，就是面爸才这么放任。保护色专心扮演朋友的角色，在你们拥抱的那一刻，我心已分为二，居民是我的保护色。我不知道保护色是哪里的，保护色是终极一般的吗？这爱不是就能逃得远远的，等待是我职责。日本的蛋比较香，为什么？难道国外的蛋比较圆吗？拜拜。明年见。能伤害我的都是我爱的，能保护什么还保护什么。哇，小安好厉害，你是去砸吗？日本的蛋比较新鲜，因为多了机票了。我也觉得多了机票就很香哦，什么都很香，它就算比较贵它也很香。日本哦，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新国际语言？这比 Q 还难懂哎。日本Oh no. 我的电脑，我家里的网路，刚刚直接变成没有忘记网路。不知道为什么我连歌都放不出来，感觉就是网路的问题。啦啦啦啦啦，波妞波妞波妞，胖嘟嘟起来。哒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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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波妞波妞波妞，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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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噔噔噔噔噔。哎，你看你这样就把我抱起来了，明明你看看我这样就把你抱起来了，呜，你飞起来了，你有没有看到？因为我的脚脚也在上面。我生不生来就经过主宰，因为这个时代谁不能逃开，跟我出生入化也是被活埋。耶，多忍耐，水母漂水母漂水母漂完换海苔漂，水母漂。哎，你们当水母漂要换气是一件很难的事吗？刚那个是公主抱吗？那不是公主抱吧？海苔啊，你知道海苔是谁吗？哦，有些从不会感到疲倦，眼前烧上火焰。海之差一场雷电，见海苔就是彭大海本来的名字啦。是
是不是因为网络在抗议跟主主联播？哪有？刚跟主主联播的时候挺顺的、啊。谢熊哦，你是不是非常的觉得我唱 rap 很有 feel 啊？在这种时候送了麦克风，一定是想要听我唱 rap 对不对？但是我今天刚刚看那个恋爱小动作，就知道我今天不是很适合唱 rap 的一天。那就只好来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了。耶、yeah! ！One two one two， 确确确。好呀，又就这样。把手。耶！把手放在空中甩。耶、yeah! ！放在空中甩。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人的表现是己利而利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他勿施于人。如与人而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微笑，对兄弟为敬，对朋友为重，对同学为重，对人最有爱心。又卡了，我要哭了哟。刚刚又卡了，如以人为本体，表现在行为的人，朋友微信啦。大波小波问到底 ，My God， 我听不懂，看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哈，他上面跳卡哎。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问 ，Help me help me baby， 哦、oh, ，不要让我自己去摸索。Here we go， 有了车子想要房子，有了妻子想要马子，有了银子想要位置，有了位置拿了轿子，搞了圈子，水了性子，铁了胆子，忘了篓子，像蜜丸一小狼爱在。先管面子，再管里子，先填肚子，再补脑子，先蹬架子，再按影子，先兜圈子，再找点子，先捅篓子，再找路子，先出乱子，再想条子，机关女性干无未来。搞栋房子，搞一辈子，停个车子，一堆单子，挑个担子，叫破嗓子，反复数子，没有法子，卷起袖子，迈开步子，半个傻子，一条汉子 ，Happy 万丈皆爱时代。骗骗人子，撑撑门子，送上管子，补补身子，碰碰钉子，找找乐子，想想法子，混混日子，照照镜子，刮刮胡子，打打拍子，哼哼曲子，逍遥自在。Oh my god， 我听不懂，懂不懂，学不懂，都不懂，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 ，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问 ，Help me help me baby。问我如何去选择？那个咬着，我有咬着牙齿吗？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最近歌词会疯狂唱错？因为这个滑鼠它往下滑之后，页面会往上跑。然后有的时候又会往下跑，所以他没有办法顺利的转。因为我的好的滑鼠借我同学了，但是我借他之后一直没有时间跟他拿回来。嘴巴没开，到哪里了？Oh my god，rap 已经结束了。究竟谁对谁错？人生多美，爱情多痛。Please tell me please， 生命有太多疑惑。Help me help me baby， 哦、oh, 不要装有简单的快乐。人的表现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他勿施于人。人以人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对父母微笑，对兄弟为敬，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
的中心思想是个坏，坏的表现是问人搞得懂就打人，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如果化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要懂得推理，要心存怀疑，要充满好奇，要继续迷疑，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没有，生活是坏，坏是生活，行为是孔子。有没有在记歌词啊？是不是没有在记歌词啊？说啊，说啊，难道你每一段都可以唱对吗？哈，不会吧，姐姐妹妹站起来。老板会唱太阳啊，好，我去看完韦静哥的那个演唱会之后呢，我发现韦静哥对那个他的观众都非常的直接，但我感觉我是不是应该要对观众体贴一点，所以我应该要换一种方式是吧？你刚刚说什么满脑子都是你怎么记歌词？哦对啊，我在你脑子里跑得好累哦，你要不要空个房间让我休息一下？嗯，反正呢，就是你知道吗，我那天去看演唱会，然后哦卡了，哈哈，真的假的，上面写卡了啊，又好了。反正呢，就是观众在下面等他，等就是等一个空档之后就大喊黄伟晋我喜欢你，然后结果伟晋哥就回说你们好恶哦。是可以这样子的吗？让下骗我。太阳，太阳我唱过吧，但是不好听。我说我，对不对？是可以这样子的吗？哎，谢谢楠楠哦。我就当你帮我们家楠楠喊了哟。韦静从以前就很好笑哎。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得我声音，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光。晚上嗨嗨，早上也嗨嗨。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啊？哦，没事。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声音，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
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你不再记得我，关于我们之间所有的所有。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放你。唱错，当然敢啊，怎么不敢？反正是对你们唱的，哈哈。当然敢，怎么错怎么唱。太阳变灯塔，太阳没有变灯塔，太阳是兼职灯塔，还不是因为你们晚上看不到太阳。是你们的眼睛晚上看不到太阳，我才决定兼职灯塔的。这听起来不是因为我非常为大家着想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你是因为晚上只看得见灯塔才这样说我吗？太阳不是不在了，只是你把眼睛闭上了，好吗？没有，你没有闭上，但是你睁开好像也看不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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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不要害怕，我在身旁，就像我的太阳。有人补充，葡萄柚是会让药吸收过量。是对的，偶尔脆弱也练习，直到眼看遭遇捉弄。不是减少笑药效哦。心底安静不可以，紧跟呼吸的不行，挣扎了选择了然后归零，期待幸福回忆。感谢卡又卡，是要卡几次？药效24小时吗？请问药效会增加多少？空洞了空心，在天空还比较容易。我可以了关于没过去，也可以了生命在变成天空体，在天空。我会天上自己，那我就不管卡不卡咯。曾经真倔强是对的，偶尔脆弱也练习，直到眼看遭遇捉弄，心底安静的可以，心跟呼吸的不行，挣扎了选择了然后归零，期待幸福回忆。不可以交出自己全放弃，可不可以别再要多清醒，脑中的空白空洞了空心，在天空还比较去，也可以了生命在变成天空体，在天空我会天上自己。
全放弃，可不可以别再有多清醒，脑中的空白空洞了空心，在天空还比较容易，我可以浪漫与美丽过去，也可以了生命在变成天空地，在天空答案是高音应该上去。好了，现在是 有卡还是没卡我也不知道，反正就随便咯。啊，今天这么卡是不是不太适合长久的播出啊？看来是不做填空啦。好，我只要跟大家说我想要念这首歌，因为就是佳佳的歌其实蛮好听的，但是我对佳佳酒没什么兴趣，所以我就选了这首歌。刚刚那个填空是那个吧，真爱趁现在的插曲。你问我还有多少快乐，他被我的鼻孔吓走。晚安晚安羚羊，虽然羊不好吃，但是羚羊可爱。我知道佳佳酒很红，谢谢伯承的紫蒲的守护灵。我没资格让你再为我心疼，把你留在我身边却无法给你更好快乐。我喜欢杨根，让你再为我心疼，所以这次我终于铁了心，不再让你心疼。好，我对姜母鸭也没兴趣，因为我不吃鸭，我不敢吃鸭，我不敢吃鸭，也不敢吃鹅，也不敢吃羊。喜欢红豆还是栗子口味啊？的什么？羊羹吗？我只吃过红豆口味的，没吃过栗子。你说再怎么爱的认真，最后也只能爱的认分。你把眼泪化作谈笑风声。你说你不怕忍受失望，只怕没人想念的绝望。我真的舍不得再让你失望，我没资格让你再为我心疼，把你留在我身边却无法给你更多快乐。我没资格，我家丫丫，我家里丫丫，我家丫丫不会，我家丫丫朋友很多。铁了心，不再让你心疼。哪有，羊我不便宜的，我也是会吃高级餐厅的。我没资格让你为我心疼，把你留在我身边却无法给你。然后最后一段吗？这次我终于铁了心，我没资格让你为我心疼，把这天走到陌生，只求你下一站更快乐。梦醒时家里，我家里的都很好吃。
我家里有什么？我家的鸭鸭跟狐狸还有猫咪吗？还有大猫咪，还有加酱油的猫咪，然后还有加了，我家还有什么好吃的？哎，这种不行啊，我们今天可能真的要练榜哎，就是他今天网络不稳的频率已经高到我快要疯掉了耶，是我没耐心吗？应该不是我没耐心吧？你们要疯了没啊？真的卡了，加酱油的猫咪，练榜要是不是应该要来练榜？要要。亲爱的 ，Can you see your hands up？其他台有长这样吗？天神不伟哥，你有没有卡卡的懂之懂之？截图截得很努力。在你身边偷偷的爱你，在你身边偷偷的想你，我只能够偷偷的爱你。浩克做脸颊做什么？亲爱的 ，Let me see your hands up。如果有天你的双手觉得寂寞，我愿意一辈子前走。欢迎小翔，小翔什么时候学坏了？大声说爱你。我在学那只猫。有喜欢感觉饭是不是？佳佳女猫，胖好你哦。救救你哦！哎，那只猫是什么？我在学那只猫。等等，刚刚那只猫，谢谢夜空 sky， 完全被我吃掉了，啾啾你哟！谢谢小安，我怎么？爱的小熊谁？爱的小熊在哪里？为什么那只猫有闭眼睛？我不要碰了，不要吃掉了。Go.
这个好像也是以前台剧的主题曲。感觉饭，我喜欢感觉面。谢谢 Roman 的梦幻水晶，我喜欢面啊，抱歉。我崇拜尘埃，感觉饭，只要感觉来手来就爱，感觉对手爱就爱。哦哦哦，你存在，我崇拜真的感觉烦，只要爱我说爱就爱，哇哦 ，Let's go！ 举办的这一天，你不可到期留余，爱的指数大力 ，Just by baby， 太低了吧？太低了，我连用这个声音讲话都有困难。你感觉我，也许就是一个真爱感觉烦。你好棒，你好棒！谢谢博腾的梦幻水晶碟 ，so 梦幻。谢谢默默突然的告白，你刚刚是不是突然告白啊？我也喜欢你哦 ，Auto Tune 开到满。对不起，我很想，不能开的玩笑也不能开。辛苦了，我们谢谢 Jess 九九的紫仆的守护灵。辛苦了大家。谢谢羽毛的爱的小熊。好了，我们来念榜了。有什么？不忘牌里出牌啊！沙鲁，谢谢沙鲁的告白气球，告白气球，啵啵啵啵啵啵啵。噔噔噔噔噔噔 ，I really wanna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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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lie，do do do no lie。对 ，AutoTune， 是软体，也是一种混声的技巧，不是吗？不用换。对，亚马逊是玩笑不能乱开。念榜念榜，都是的。今天的第十名，天哪！今天的第十名，小艺，小艺，你还在吗？今天的第十名是小艺呀、啊！哇哦，哇哦，哇哦！小艺在吗？哎、欸，我其实不知道，如果我们待会我念榜的时候卡了，然后有谁可以告诉我卡了？如果我卡了怎么办？小艺在，很棒！你要听到，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好了，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只好用心电感应来告白，拼命喊覆盖你的脑海，像小说笔锋急转，你收到我无声的呼唤，用心电感应来告白。好的，就这样，就是这么一回事。谢谢，谢谢 Jess， 谢谢傅维，谢谢 Kira， 谢谢小姨的 kiss， 啾啾啾啾木啊，谢谢博成，哦，原主，哎，跟你讲，每
次都是原子族在直播的时候，我们连播完之后，后来就是我还没有播完，他就会来找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他那里玩贴图，到底是一个什么？哦哦，刚说你让你到底 no no no， it's my 是我一直 problem， 我的一直有一个 problem， 我今天卡了超过十次，我今天宕机宕了十次有哦。你待会我跟你讲，你大概待个五分钟，你应该会体验到一下什么叫做卡成面条。竹是竹，它是竹。哎，我的竹是震惊。那我的震惊要长这样。谢谢大家帮我截图。刚刚这样有没有很像呐喊啊？应该有吧，像呐喊的部分。好玩哦，有像吗？还有什么名画啊？但是毕竟那个我们果果已经先学了那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不行啊，你要帮我加字啊，希恩，你帮我加字啦。还有什么？请问还有什么名画可以学？蒙娜丽莎的微笑我不太像。创世纪太难啦，创世纪我要当上面那个。创世纪要两个人啦，你下次帮我。思考者哦。思考者是不是要蹲上来？我可能会跌死哦。十岁需要有点严谨。啾啾力，我之前有学过一个啾啾力，但我忘记了。又卡哦，恭喜你体验到足。恭喜你体验到。哦，对，说到听到祖祖在，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毕竟祖祖在模特界非常久，他是资历非常深的前辈。然后我前几天又问他说，就他觉得我的脸上面有什么要改进的？没有，反正就是祖祖说，他觉得我的口红可以，如果以我的肤色的色号来说，可能可以再红一点。然后我就有认真的在照着祖祖的推荐再去找一些我比较没有的红色系色号。我想问大家，有注意到我上次公演有红一点吗？前辈怎么说？请看前辈怎么说。前辈大人，然后他为什么出了一个哭哭脸？你怎么不记得你说过这句话？宝贝说过什么话哦？你们看出来了吧？你看，他都不记得他跟什么宝贝说过什么话。你说真的好，他说真的，他真的忘记这件事情了。OK， 好，那就这样吧。给你一个讨，那我以后对你佛系一点吧。我失了忆，每天都是星期七来家家里。你被斯诺伊唱和游戏。等一下，原子组还没有辩解完。Waiting for her。棉花香气又在期待着奇迹。上镜头的口红不要画太土色。我从来不画土色的口红。
说你喜欢三女星，而我多了一个 G， 就像 LOP， 其中一个人。懂，擦土色会让我看起来气死啊，气死了，整个不好看，气死了。所以说下次空不是，下一次公演就是橘一点啊，红一点。哦，好好好，看得出来你是非常的慌乱哦，气色哦，你才不会被气死哦，有没有？主播晚上好哟。真是猪太好笑了。有啦，我其实没有杨雄橘色不好，但其实我平常一直都是擦橘色色号的口红。就是如果硬要说的话，我比较常擦这三种色的，一种是橘的，像我现在嘴巴是偏橘，但是因为我刚刚都吃东西，其实没有补很用力，我就补了一点点，它其实就是比较橘色调，平常是比较橘的。然后上节目的话会稍微红一点，但这不是正红，它有一点偏橘红，橘红色，我觉得这个还算适合我现在的样子。然后红的话，这是正红，这一支是正红，可是我觉得正红看起来很正红。就是我现在用的话感觉非常的正红，就会看起来有点过成熟，不知道是因为我不习惯吧，就是平常也没有画到正红。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还算可以的是它比较偏暗的，也是橘红，它其实上唇也没有很 pink， 我不太喜欢粉色的。对，所以公演要擦正红是吗？要找场合来擦，要搭配场合。卡到快起飞，所以我还是适合橘红色哦，所以要我红哦，红一点啊，要红起来啊，我穿着少女擦大红就 no no。 那公演适合擦大红吗？可是我其实肤色不白啊，这一支是阿玛尼三405，这支是阿玛尼405，而且还是由专业的、非常专业的某 Uni Daisy 的，好想叫你们猜是谁哦，但我觉得你们猜不到。某 Uni Daisy 的贾怡珍柜姐特别精心挑选，从家里带出来卖给大家。哦，这个就会是我们之后可以跟大家聊的话题了。贾怡珍真是太好笑了，他在要去进修之前非常拼命的发挥了他柜姐的兼职。橘红可以，如果有线上就擦大红，没有的话橘红可以，可是现在就没有线上啦，基本上就是现在线上的机会不多了。不是因为怡珍他是属于，就是他喜欢，怡珍平常不太化妆的，就是他没有喜欢重的妆感这样，可是他超级喜欢买东，就是买专柜的彩妆品，但是他又不太化妆，所以基本上就很浪费，因为就是好看，但是他就是收藏了但又不化。然后结果前几天我就只是问了一句有没有正红色的口红这样，他疯狂的扫了一整批哦，他带了4-5支口红来公司，然后又带了腮红，又带了卸妆膏，然后又带了什么试色卡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大家要不要来试试看哦，这些的色号我都不会用，但是因为我当初觉得包装太漂亮了，所以我就买了两份，大家可以跟我买。他买超多成员的，我刚买了2支口红，另外一支好像也在家，是不是？哦，他原本还要卖 MAC， 但是因为 MAC 我自己就有，而且我不太常擦 MAC， 就是 MAC 对我来说有点太干了。就是我自己其实有好几支 MAC， 这支 MAC 的颜色也很好看。前辈万万岁！就是有买高级彩妆，然后平常又不用的人，我们就可以稍微低价的买到他的高级彩妆。没错没错，就是苹果电脑出的口红哦，
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多了解。Mac 不好吃，可是 Mac 超香的耶。香水不好说啊，因为香水如果不使用，其实掉价蛮多的，你们知道吗？除非限量。然后这一支是因为潘米娜买了色号不好，就是她觉得在她脸上实在不太适合，于是我就收到了这一支口红。然后这一支是我找出来，我觉得我以前刚开始化妆的时候很喜欢的颜色，但我就戴在身上，然后就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场合用比较好。然后呢，没有专柜低价卖这件事情，其实网络上非常多，你们只要认真找就会有超便宜的。怎么都同一排，因为我是这一家的大户，就是也没有大户啊，其实很多是姐姐送的，跟就我有个姐姐是这个牌子的疯狂爱好者，然后她也是跟贾怡真啊，怎么都跟怡真一样，就是喜欢疯狂购买，不是叫 romance。但是这牌我并没有特别推荐，就是它的颜色很多也很便宜，但主要是它比较容易卡唇纹，跟可能对某些人来说比较不好卸。但是因为我不喜欢一直补口红，所以我需要很屌在唇上的那种口红。然后唇纹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的唇纹本来就很无解，所以我就觉得没差。对，林宝莉很喜欢。当初我姐姐送了我大概六七支这个牌子不同颜色，然后祖祖在劝退了，真的。刚刚那支粉红色不要用是吧？你说这支哦？没有，在我嘴巴上不是死亡芭比色啊，我可以现在涂给你看，但是我已经不确定现在在我身上是什么颜色。刚才我本来嘴唇上就有颜色，没有了，它没有死亡芭比啊！如果死亡芭比，我也是驾驭不了的，好吗？而且我还看过什么？我看过荧光色的死亡芭比粉呢，你知道吗？我不喜欢雾面的，而且到讨厌的地步，因为雾面口红都会糊掉，就是比较难，不知道，就是在我嘴巴上比较难定住，然后。而且我很容易，噔噔，你好喜欢什么？你好喜欢哦，你喜欢雾面的是不是？我知道。而且雾面的口红擦上去之后，有的比较成熟。谢谢喜欢我。哇，天哪，贝拉，11月新主播 ，Hello， 欢迎来到浪 Life。我是3年前的新主播。真的荧光色超可怕的，你喜欢雾面口红？那请问一下，这样有死亡芭比粉吗？这支没有吧？这支是不是？这支很，哈？对，很死亡芭比粉吗？没有吧？那个嘴破就不要管了，因为，最近嘴巴很干。这样子呢？这个颜色是什么感觉？快点，原子竹，你说这有没有死亡芭比粉？应该没有吧？这是不是死亡的感觉？雾面再上唇蜜呢？通常不会，我不喜欢叠擦太多唇膏，因为叠擦太多的话，有一点，有一些。质地会变掉，会变得很恶心。就是你知道有些雾面的，如果是丝绸型的雾面唇膏啊，你上面再加一层亮色的，会超可怕，你的嘴巴会超可怕。感觉还可以吧，主要是不好吃。这支蛮好吃的啊，你要不要吃吃看？这支是 Cyber Colors 的，欢迎大家去吃吃看。我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其他颜色，就是单纯是化妆初期，因为我的唇纹就本来就明显。然后这一支是，这一支是正红色，相信应该不用介绍吧，大家应该是看得出来吧，这也是专柜，又是精油贾小姐、贾柜姐之手，好不好？999，这是迪奥999。
刚刚叠菜看不出来，你是要我擦多大力呢？明明就哎，不是，整个颜色都改掉了，明明整个色就不一样，整个色都不一样吧？喂，那个刚刚靠合然后合不一样，这样子呢？999是完全的正红色啊，蓝色口红说真的感觉就只有万圣节或是国外才会有机会用到，不会混成别的颜色吗？会，但是质地不一样，不会混在一起，但是通常混色有的人都是混得很好看，这样子呢？真的有推荐哇，小安该不会该不会没有死亡吧，是不是？不是，我突然发现好像在骂脏话哦。没有死亡芭比粉吧，但是很芭但是很芭比，我以前是走这个风格的，不是，很芭比就是芭比粉啊，不知道，可是这个颜色感觉 Mina 也不会爱，因为 Mina 喜欢，我们最近就在找 Mina 喜欢的唇膏，就是我们最近在试色号这样，有微微的死亡，哎，我不要再乱讲了，那三个字念起来真的很像脏话，而且其实我光是宿舍我就有一桶口红了。啊，我家里还有另外一桶，所以其实我的口红真的是有一点点多。对啊，11号 ，Mina 喜欢的是11号。我记得我之前也有喜欢的颜色，但是我忘记记色号了，哈哈。买口红买到不知道色号，主要是因为这个牌子的口红都是姐姐送我的，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在用脑子。一桶约好，听起来很像在打麻将。一桶约好。哦，我还有一支号称是有色的护唇膏，这支是什么的？这张是 Sisley 的，但我也没有在用，因为我平常就不太会护唇。Mina 不喜欢橘色，但是它很适合一种微微的桃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跟他的五官还有他的底色，就是他的肤色很合，而且他其实上粉底液跟他本来的肤色没有变太多。好哟，拜拜。好，那我就不继续推销了，大家我们该散人了，念榜了啦，念榜了，好不好？我们念榜。没有炸漆，色号不是口红，那是一种天赋。我对画画的颜色也一点天赋都没有啊。但是口红在脸上是一种很天赋的事，好不好？没事啊，我也可以推荐给包子，可以推荐给明金，可以推荐给还有谁？蘑菇有没有还有？蘑菇有没有需要？蘑菇好像不太上妆，平常比较少。我跟贾贵的不是，我不是跟贵姐学的，我本来就会这些知识，但是购买还是需要透过贵姐的，好不好？佳佳，哎，对啊，佳佳呢？佳佳有没有啊？不行，佳佳感觉应该蛮专业。15感觉应该需要哦，可是15好像不是会擦正红的人。拜拜，晚安。好了，念榜了。没错，冰崩，谢谢夏尔，果然聪明，果然是酱油。果然是聪明的米粉呐、啊！我在说口红，
现在在推销口红，没有啊，我在研究色号。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着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好好笑，变成名字，好好笑，你在讲什么？我吗？对啊。你说你喜欢三女士，哈哈哈不是笑你，这是一个什么很好。很习惯的一个行为模式。好了，我要继续念。我也喜欢偏橘的口红色号，应该说我几乎都是偏橘的口红。今天的第十名，谢谢猫咪今天乖乖的，哪里都没有乱跑哦，还想见面。我跟你说，我之前好像有一个朋友在《好想见面》里面当厨师。然后我想说，天哪，好想见面，感觉就应该要跟我们来做点活动啊！好想见面，是不是？例如外面可以贴个面面的海报之类的啊，很贵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只是记忆中好像有这件事，我甚至不确定这个记忆是对的还是错的。谢谢今天对第十，因为。距离刚刚的第十有一点点遥远。现在的第十，现在的第十是女猫喵。可恶，小易，对不起，是我，不是，我简直是花了30分钟说我要念吧，从第十名到现在这个第十名差了30分钟，有没有？奇妙的爱上你，你的微笑我陷入昏迷，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心跳的声音跟着我慢慢靠近，莫名其妙的爱上你，就是这么的无能为力。哦，哎，又跳，现在没有啊，第十名还是女吗？今天的第九名，现在第七。谢谢你，新雅，新雅，我的新雅，有点卡卡的，就重新开机。没关系，拜托，那片乌云脚步变轻音。我可以重新开机吗？有点卡卡的，就重新开机。我应该要重新卡卡的开机，大概要10次哦。OK， 谢谢新雅的熊熊。等一下，你真的是新雅粉，还是就是喜欢那首歌？而且好像好久没看到萧煌仁，我今天在做捷运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人的造型超像萧煌仁的，然后我想说，啊，不对，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萧煌仁了。这样莫名其妙的爱上你，啊，おかえり，お疲れ様。哇，今日本の12時、12時、晚上。12点，他们还会有用特别的，好像没有特别的念法。Juni， 现在是日本的12点了耶。我刚原本想说是11点，哦，也很晚。而想说不对啊，日本多一个小时。Plus one， 夜24時。零食啊，对啦，会讲午夜零食吧？慢慢靠近，因为
我记得之前有一部乔本华奈演的叫什么午夜零食什么的 kiss 吗还是什么午夜零食的亲吻，我不知道，我想看那一部，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时候都没有对上时间。发神经，只是 love， 莫名其妙的爱上你，你的微笑我先昏迷，翻来覆去找不到逻辑，心跳的声音带着我慢慢靠近，莫名其妙的爱上你。面板哦，深夜电视会用哇，你就够挤，你就落挤，爱上你，爱上你，今天的第八名，今天八名你也喜欢面呢，我也喜欢，我要下星期直播见了，没问题，等着吧，等着下星期的直播吧。哈哈哈，我们下个礼拜见啦，谢谢萨鲁耶。话说萨鲁其实也是初入社会的人士耶，那刚开始工作会特别有压力嘛。其实我一直有在想，就是像是因为我这个年纪身边的人如果是比较正常的就学管道，然后现在其实差不多已经要衔接，无论是实习也好啊，或者是认真的找出路也好，所以我很好奇，也不是说很好奇，但就是我也想要思考一下这样子的心情是什么状况。因为我有朋友跟我说，他就是最近被他的室友嫌弃说就觉得他有点无所事事，吼、哦，明明他的科系超忙的，忙个就要求了，然后他居然被嫌说无所事事，然后可能就是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什么目标，就是毕业之后没有目标，然后就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毕业的目标，能不能毕业都是一个问题，今天的。今天的第七名，音乐公演一定会到。好的，要抢到票，要加油哦！火锅或牛排，我选火锅；红茶或绿茶，我选绿茶；拉面和荞麦面，我会选荞麦面。但是在台湾很难吃到好吃荞麦面，还是面面唱一下《爱情 DB》，我是为哥哥不一代。好，我唱到喽。看金马的时候有唱这首，那你们看这次的引言人是林辉敏哦，超棒、超可爱、超会演戏的，欢迎大家多看看林辉敏哦。头贴我看到喽，简直就是超高速模糊的我呢。今天的面看起来也非常帅气哦。今天的第七名就是博成耶。棒吧，我这次回答很顺吧，因为这次很好选啊，太好，我今天非常顺利。只是笑到疯掉，哪有，我很顺啊。有什么好笑的，我很认真。总为我灵魂追风自由，今天的第六名，哎，今天的第六名，天哪，我觉得这个角度隐形眼镜的折射很好看哎，夜空 sky 已经截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了，这个隐形眼镜这个折射很好看哎，我在称赞的居然是隐形眼镜。月光时刻截到了一个很可爱的照片。哎，话说我没有听过你们称赞我隐形眼镜很好看这件事。对了，大家欢迎也可以找我认真的研究一下隐形眼镜哦，我也是隐形眼镜专业户。偷看时，还不是吧？
眼睛折射了我，那明晶怎么办？因为是我好看，哎呀，嘴巴怎么那么甜？你是不是不喜欢太三八的回应？求生欲的话，称赞银眼不如称赞眼睛吧。哦，你今天的眼睛啊，隐形眼睛很好看。哦，熊熊，你怎么会这么会说话？啊，你有看到哪里？你的眼睛也是我，不啊！我说包子的眼睛里没有明晶吗？我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上千度，雷射。我直接看他就好啦，你看你干嘛？明晶不是明晶，是明镜啊。好啦，我要继续念是不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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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拍到陪伴我。我有没有帮叶公子该拍到手？我是不是称赞完他的截图之后没有帮他拍手？谢谢夜空 Sky 超好看的隐形眼镜截图。图中的女生还蛮可爱，可以帮我介绍一下是什么？谢谢夜空 Sky。又要爱要安心雅了，不行，我们不能让他开心，不能让熊熊开心，他会太，哼，他不能。他会中川、哦、我今天看到中川祥子的一个节目有点无威，你们知道那个吗？动漫歌前奏猜谜游戏。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游戏不就跟我们之前上那个综艺大热门的时候一样吗？就是无论是接歌词也好，或者是听前奏猜歌也好，我很想玩这个耶。我对歌曲不是，大家真的，上一次我跟麻油比赛，大家都说为什么我会输呢？我对歌词的敏感度是在别的天，就是我点的敏捷是在别的地方，你们知道吗？就是想出一句歌词，这不是我擅长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适合去背歌词的状况下才能够马上反应。但是我有办法，是我可以听过一次就顺着接他的歌词，但我没有办法背出歌词。然后听前奏猜歌也还算擅长，所以对我的技能数是对音乐敏感，不是对歌词敏感，所以我很抱歉。但是如果你今天跟我讲一句歌词，我或许可以猜出是哪一首歌，但叫我想歌词就不行。可恶！你知道那一天工作人员还对我寄予众望，然后跟我讲说：“你怎么都没猜出来啊？”是谁叫你出这个题目的？微笑炮弹真的很神欸，连我知道这首歌我都没有办法，太扯了，那根本就没声音好不好？微笑炮弹根本就没有，有一个完全没有声音的，我觉得太威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可怕。我第一次认识中川祥子是在那个白猫有一个手游，我玩那个手游玩了蛮久的。但我觉得他的角色蛮吵的。挨着打哟，挨着打哟。嘿。嗯，我之前有一阵子很喜欢玩白猫，我觉得黑猫 Project 不好玩，但是白猫好玩。不行，可不可以不要给我这个很吵的对话内容？啊，这是 cover。啊！都只有 cover 版，什么意思？他还把猫咪吃掉，他就把猫咪吃进去了，他就塞进去了，你知道吗？
啊，不知道我找不到。中山祥子有什么推荐的歌吗？不会日文怎么算？哎，他有综艺版啊。哦，我后来我没有玩，我最后一次玩白猫是在国中几年级？二吗？国二还是国三的时候，应该是国二接国三那个时候，反正就是刚出的那一段时间。啊，还有去过香港的动漫节。其实我不知道他到底红什么歌，就是最红的那首歌是什么？《So La Ilo Days》吗？《So La Ilo Days》是吗？什么生物吃猫咪？《So La Ilo Days》还有一个啊。你知道我还知道中川翔，就是他之前有一个，我还认识他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们知道有一个他有一次上新闻的原因，是因为他学九九力，结果学到尾椎受伤，你们知道吗？超好笑！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很 crazy 的人，真的很荒唐。我有一次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就这件事不知道吗？这件事蛮好笑，不对，不好笑，但是这件事情蛮多人知道的。今天的第五名，今天的第五名是跟你说。我有养一只虾跟一只鱼，你知道我的虾跟鱼叫什么名字吗？我的虾叫做酷的望朱鲁爱德，我的鱼叫做雷弗利梅扎兰斯，而且我之前还有养一只那个蚕宝宝，我的蚕宝宝就叫做路易斯·法兰西斯，未来还想要把别人家的白黑猫硬是叫成谢尔·凡多摩海524。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再去取别人家猫咪的名字，你觉得如何呢？听说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也想要入坑养猫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务必叫你们家的猫。啊，我今天是跟他讲谢尔凡多姆海524啦，可是毕竟这是要给奶奶的名字，我现在不知道应该要叫人家猫什么。如果叫伊丽莎白利，因为利希叫做伊丽莎白啊，不行啦，这样子昵称就会一样是谢尔啊。谢尔，伊丽莎白叫什么啊？没有啊。为了避免麻烦，孩子称作王浩然。他的全名十分难念，我不想说一遍。可以叫夏尔凡多姆海威。那又叫做米粉夏尔凡多姆海威，还是叫做夏尔啊？还是叫做酱油夏尔凡多姆海威，好像也可以哦。伊丽莎白在那个黑执事叫全名是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你要改名叫夏尔了吗？你谢尔，谢尔，他叫做伊丽莎白米多福特。然后我觉得如果养一只白猫，就可以叫他伊丽莎白米多福特哦。听说名字最长可以这么长，米粉酱油小灰心夏尔。小名是 Lizzy， 伊丽莎白 Elizabeth， Elizabeth， Midford， Midford， Elizabeth。哦，结果白猫是公的，那也不管他的意愿，也不管他的意愿。我最近看到一只黑猫叫白白。然后我觉得啊，天哪，这太过分了吧！一只黑一只白的话，可以叫什么？太极，咚！
可爱。嗯，他的真名十分难念，我不想说一遍。谢谢，我们刚念到了今天的第五名，酷德俊珠艾特，哎呦，那可是你已经遇到你人生中的雷弗利梅加兰斯了耶，是不是不需要再继续这趟冒险？哪知道你早就已经有一个圆满的故事了。谢谢酷德俊朱鲁艾特，耶！而且我还分享给我朋友，然后我朋友还说：“这是真的吗？”很会吧？今天的第四名，今天的第四名是公园见，爱你，爱你，爱你。哎，今天的头发有比那天不蓬一点，那天真的是很蓬哎，就是上完全娱乐那天，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蓬，而且因为前一天就早，因为早上都在考试的关系，我也没有很认真的把它梳顺，我就这样出现了。谢谢玉安，耶、yeah! ！没有，你刚刚说今天稳跨日，没有跨日，没有。啊，我刚刚拍的照片，嘴巴都没有带口红哎。啊，哎，等一下，那一只叫什么？皮诺可，皮诺可都说什么？皮诺可都说，就是不敢相信啊，就是不敢相信，就是不敢相信。哎，医生，啊，这个直接电死。医生，这个直接电死。我很喜欢，对啊，真是不敢相信。哦，没有真是是不是？只有真不敢相信。而且我小时候超喜欢看《怪医黑杰克》，然后我喜欢看《怪医黑杰克》都是坐在马桶上面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哦，怎么漫画里都没有看到皮诺可这个角色？原来漫画里没有皮诺可，你们知道吗？皮诺可好像是动画才出来的。但不是原创角色，只是结局不一样。明晶死了吗？什么意思？我刚以为你们说皮诺卡。感觉收集到了各种服装的皮诺卡。明晶还活着。我记得漫画里没有吧？有吗？有。哎，漫画有皮诺卡吗？漫画有，我是不是只看前面？对，我只看前面。哎，不是啊，后面应该。我记得我漫画有看到带到皮诺可出生，但是，对，心理阴影的人面疮啊啊！我永远还记得那个自己开心的手术，他们自己开就是。就是黑杰克自己在野外自己开剖腹那个手术，我觉得有点厉害啊。那个我一直觉得很荒唐，我一直觉得不会有正常的人能够做这件事情。开心手术听起来好开心，开心，你开心吗？哎、欸，看得出来，你看你在笑哎、欸。你有看到你在笑，你连哦，你开心到连杂的派都在笑，不可能可行，不可能可行，因为痛觉神经，你就算麻醉了，你还是不是你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不太合理，是因为你麻醉的话，手术成功了，但是病人该死掉。哦，有我有看过《皮诺可的诞生》，正常麻醉下去的话。没有办法那么
随心所欲的去控制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手术是需要极致的极大专注力的一件事，再加上如果他真的没有麻醉的话吼，啊，他应该已经痛到昏倒了。哦，绿美，真的假的？所以是这个吗？我记得我印象中的皮诺可死掉了，我印象中的，但我不知道我看了什么，但我觉得应该是真的有这个角色，只是我把它灌到皮诺可上了，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内容是他帮忙剖腹婴儿肚子里的胎儿那个，是那一段吗？就是我记得真的有这段内容啊，难道是我的记忆错乱吗？也是有可能啊，毕竟人都已经四十了，年都过半百了，是吧？就是我记得他有帮忙，只剩意识清醒也算全麻吗？这个要问专业的。不同级绿美在漫画里已经死掉了，动画被救活了。我看一下绿美长怎样。哼，可是我记得是一个小婴儿，所以我不是很确定。怪医黑杰克，皮诺可诞生。皮诺可是啊，对，哎，是这个啊，是这个啊，18岁的双胞胎。是这个吧？我记得是这个。不是，应该不是那个绿美，有一点点恶心。应该不是绿美，绿美她睁开眼睛了，哈？是吗？是哦。可是绿美漫画里死掉了。等等，我看到这个不是绿美，绿色的回忆是哪一部啊？好，不行，有点恶。手要麻到颈椎，所以开手要全麻。因为皮诺可一直强调他已经成年了，18岁了。好，那我觉得我可能是把好多不同级数的东西加在一起了，但是我有印象。就是皮诺可的诞生应该是要差不多长那样子的东西，对，看来我的漫画也忘得差不多了嘛，我要继续念吧。今天的第四名，今日吐血，嗨，女神卡卡，嗨。Poker face， 今天打完第二季感觉有点晕，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到你变得更晕了。最近总是有些感触，但大概是年纪接近了，到了某一个阶段，我都40了，你有我这个岁数的心境吗？爱你的心情是永远不会变的，你的答案应该不会是我还好吧？这种时候应该要说些什么呢？如果是伟静的反指标，就是说我也爱你。如果是伟静的话，就是，我刚刚讲什么？心境不是，年龄不是，吐血不是，不是，我刚刚跟富婆哥讲什么？再看一次，我刚刚脑袋想说要讲什么来着？哦，更晕的部分，我打完第二剂之后是第二天早上很晕，但是就是有点像那种睡很久的头晕，对，但是我打完之后没有很晕。讲你可爱，那我应该要怎么回？我应该要回答什么？我可爱，不对吧？别人说我喜欢你，然后你就回说。我很可爱，哎，好像很合理。我很可爱，好啊，欢迎大家握手会来跟我说喜欢我，然后我就会说我很可爱，好像是很合理的耶，好好笑，没毛病啊。那富伟哥
我家住很远，你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们不适合。你是一个好人，我不想当好人，我只想当坏人。这是一首歌，好人卡。我觉得这样不行。那你希望听到我什么真心的回复呢？没错，这是对啊，我之前有跟你们听过好人卡吧？这是一个我又玩游戏玩到的歌。嗯，握手会等领好人卡，不伤心，我刚有说啊，我也是闪亮黑哦，阿姨是的路。第三名，我们没有帮傅伟哥拍，傅伟哥现在自己应该不能拍手，刚打完疫苗，我打完疫苗，我的左手还是有长肌肉这件事情，希望你不要长太大块肌肉，谢谢傅伟哥。怎么了？为什么人生遇到关卡？我总觉得大家最近都遇到了很多人生的。思考点，就是遇到了很多需要用脑袋的时候，但感觉大家最近情绪很低迷。君だよ、君なんだよ、教えてくれた。暗闇に光るなら、坏坏的人爱，人家都说那个是喜欢。坏坏的人，不是长得坏掉的人。天气变冷的关系，那大家穿暖一点，多喝热水。多喝热水是一个很直男的回应。冬天阳光少，忧郁好乏，阳光。我在发光啊！不然有什么很sunshine的歌吗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那首怎么唱啊？哒哒哒哒。You are my sunshine. 我要去找了，我要找到了，我就找到了。Hello， 我找到了。这什么？噔！太阳不是这样笑的，太阳是这样笑的吗？难道？你家太阳都这样笑吗？Hey Mikey，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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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看到你刚刚丢出来的熊熊？对，你刚刚丢出来的是熊熊。天哪，我都没有发现你刚丢出来的是熊熊啊。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I'll always love you and make you happy. If you could only stay the sun. And if you leave me to love
是儿歌吧。他给我的影片看起来很儿歌哎。今天的第三名 ，You make me happy because your name is happy。好嗨！他怎么什么歌都可以接进来啊？You'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今天的第二名，今天老板也辛苦了啊啊啊！彭大海、路布朗、杜拉瓦、利埃尔跟彭大海今天也是超爱你。这法号真的是肉长呢，早点休息呀，期待礼拜六的活动啦，见面啦，开心哈哈哈，我开心就跳，哎，不开心也跳。我的名字叫彭大海、路布朗、杜拉瓦、利埃尔、晕爆，哎，你没有改到，哎，你没有改到。谢谢彭大海农，彭大海，谢谢彭大海、路布朗、杜拉瓦、利埃尔跟彭大海，呜呼呼！好嗨！对啊，我们这个礼拜六会见呢，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礼拜六，赢了。赢了一个脑区，赢了一个西门，赢了 house， 九零 in the house，DT in the house， 那天的热气啊，那热恋的晚上，那风吹来又来的爱情，呜耶！谢啦谢啦，嘟啦哩嘟噜哩噜，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听我说。好了，我们继续念榜，今天的第一名。風で鳥で私より自由かな。每次都觉得。我老板好可爱哦，也不知道结束的时候会不会在，就先打了。有，你还在的对吧？那现在的你老板还可爱吗？对啊，等官网确切的时间，要来看我们哦，要来了。啊不是不是吧，啊不是不是，应该很近吧，是吧？내얼굴가려대보래대可爱？怎么变哑呀？因为要说可爱啊，要努力去赚钱。才有本钱继续吃面面。奶奶，你已经是一只成熟的猫咪了，你要学会自己赚钱也买罐罐，懂吗？以后妈妈就不养你了，奶奶你要自己学会，毕竟你已经是一只成熟的猫咪了，你已经五六岁了，你知道吗？奶奶跟你说，妈咪已经把你训练成这样，你就要出去卖可爱，卖爆，好不好？现在可爱是很有市场的，奶奶，你懂吗？今天的第一名，小安。嗨，你要出去卖可爱，我跟你讲，你够
够可爱，你够可爱，你就有罐罐。商业 Sugar 妈咪，直接变老板，可以吧？他当初就是因为够可爱，才调到我变 Sugar 妈咪的、啊。罐罐都是奶奶的，原话不是这样吗？对啊，好味最近出了新商品，我都不敢乱买，我怕奶奶不吃。哈哈哈啾！好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啊，接下来给大家来一首《夜の歌》。把猫冻干吗？好，血腥暴力。我今天有什么事没干吗？我应该都有做吧？什么以上内容有问题，务必今天跟我说。啊，来不及了，今天已经剩15分钟了。周六见！我要睡觉喽，大家要睡觉喽，大家要睡觉，大家要睡觉。我今天还没有想你，哪有？我一整天都在想啊，还需要特别说吗？不知道哎、欸，应该不是，我不是很确定，应该不是，我不知道。周六见，お疲れ様でした。想占领你的心，每一厘米，我猜心跳都已经乱。まだ土曜日に、ちょっと待って。今週は、今週の生配信は、そう、土曜日です。土曜日の8時です。はい。そう8時です。8時に会いましょう。すいません、ちょっと忘れ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バイバイ、またね。可以正常开骂是什么意思？骂谁？バ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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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やすみなさい、さようなら、フロボル。バイバイ、晚安晚安。开啦开啦，干嘛要开骂？バイバイ，谢谢惠顾。这是某个卖场。